乐坛天后王菲近年长居北京，她目前住在北京朝阳区市值近3亿港元的顶级豪宅。其实她在香港还拥有多处物业，上个月底她就以6450万卖出所持有的香港仔深湾九号一个中低层四房单位，并且连车位账面获利逾1000万。王菲早已经是圈中数一数二的富婆，有指因为她善于投资专投致富，在香港和北京手持多个亿万物业，身家至少20亿，非常厉害。